谢大家这么的用心在为那个建民做这一趟这个告别仪式。我跟他是球队了，好多年的球队，我们都是明星棒球队的队员，然后之前都因为在球场上见面嘛。最后一次见到他的话，也就是在我在中华东路一间餐厅碰到面。那个时候他还健健康康的，之后就比较少看他到球场来打球了。那我自己也本身因为年纪也大了，也比较少到球场，所以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。但是基于长时间来，大概都有差不多20多年的球友了，所以说今天是特地来送他一程，就是这样子，很简单的事情。知道他生病之后有讯息他关心他吗？一直都没碰到他。我在2012年吧，那时候拍《幸福蒲公英》，跟他还有白云，我们三个人有合作过那部戏，所以说曾经在高雄有一段长时间的相处，就是这样。这是最后比较在戏剧上面跟他合作比较共处的一段时间。那时候知道他离开，有没有就是有点难以相信？是很突然，当然是很突然，因为本来他的身体都很壮硕的，然后一时之间就是这样子，是很意外了。跟这老朋友相处，他让你印象最深刻，你最想念起他的是什么？铁头啊，他，我对他的印象就是 OK， 他的身体很好，然后个子跟我差不多嘛，然后也是一个运动型的。运动型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男孩，然后给我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是，他基本上在生活上大概都蛮讲究的，像我平常跟他拍戏或接触，他的头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的，然后我有仔细看他的身上的穿着，不管是衬衫、皮带还有鞋子，好像都还蛮讲究的一些牌子，然后穿起来都蛮有品味的。之前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在拍戏的时候，虽然就很简单的衬衫、牛仔裤或者是一双鞋子，我看那个感觉搭配上都是有经过设计的，所以我想他的生活就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生活，在一个比较会自己打理的一个人的一个那种这种生活方式。那